张帅在亚运会比赛中，北京时间8月24日2018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公布了女单签表，三位中国金花签约平平。张帅首轮挑战12号种子西班牙名将穆古鲁斋，王强首轮对阵莱巴里科娃，王亚凡首轮对阵施密德洛娃。张帅错失种子席位，首轮将挑战12号种子两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穆古鲁扎。西班牙人从实力上有明显优势，不过近期状态较为低迷，热身赛表现不佳，还因伤退出了两站比赛。张帅刚刚在亚运会闯入决赛，不过比赛中展现的竞技状态也较为平庸，如果爆冷胜出，他在第二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和亚斯特雷斯卡之间的胜者，第三轮可能遭遇澳洲一姐。18号种子巴蒂，王强首轮的对手是31号种子斯洛伐克名将莱巴里科娃，这位亚运会的卫冕冠军同样要经受体能和时差的考验，本场比赛有一定的机会，但仍是下风球。第二轮的对手将在贝古和布拉迪之间产生，第三轮对位7号种子乌克兰人斯维托利娜，王亚凡首轮对阵斯洛伐克人施密德洛娃，两人的世界排名分别是90位和87位。中国金花过去几个月战绩一般，亚运会奔波也是不利因素，本场比赛略占下风，如果可以晋级，他很有可能挑战5号种子夺冠大热门科雷托娃，继续前进的机会渺茫。